好像有好多人啊，是不是特别热闹？今天是元宵节。哦。时间怎么过得这么快？可惜我眼睛看不见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好。这里太吵了，我们换个地方赏灯吧。阿水，开船。好嘞。虽说华夏几足美，把酒醉人更美，竹林夕阳微微你的香味。岁月成空，挽住了青丝万轮回。这里有人吗？有灯吗？当然有了，你正对面石桥上挂满了灯，桥身还缠了两条纸做的黄龙，黄龙的眼睛啊是琉璃的，被天上的孔明灯一照就会发光。琉璃呀、啊、哎，那他们就这么放着不怕被人偷吗？应该不会吧，这里人不多，还没有被发现。要不我们就……我是来带你看灯的，不是来偷琉璃。我也没说我要偷呀。那河面呢？今年的河灯还是莲花的吗？不是，是动物，鸭子最多。鸭子？鸭子多丑啊。我觉得挺可爱的，脑袋圆圆的。